就他这爆汁的长相，一看就有想吃的冲动。上次吃完火鸡面酱的跳跳鱿鱼，我就寻思找个解辣的小水果，结果就搜到了一个名叫海底椰的东西，但是我找了一圈没有啊，于是我就拿着照片找了一家店询问，这一问直接开眼了。你们看老奶奶比划的意思，好像是说26号没有，27号有，也就是说这玩意儿还单双号限行呗。本打算第二天再来的，结果在市场的最末端，我发现了一家上绿牌的海底椰，而且他家有去皮和不去皮两种。你们看，去了皮的海底椰晶莹剔透的，我先是本着干净又卫生的原则选了一包不去皮的，然后又本着盛宴一切的原则去711打了一杯太奶，再来一兜子小冰块，回去咱把这三个一组合，那不就是盛宴海底椰吗？但是回酒店我老后悔了，这皮是真难扒呀，尤其对我这本不富裕的指甲，六个真是极限了。接下来就是组合的时间，先给他们放冰袋里，然后把奶茶倒进去，最后捏一捏挤一挤，这太奶盛宴海底椰不就做好了吗？我来一口啊，哇，死高一啊，朋友们，哇，有一种嚼，有一种嚼硅胶假体的感觉。